好了，那接下来哦，罗志祥的好朋友金贤重，他也很好。自己觉得可不可以？自己在那边乱加。那这是我好朋友啊，是你好朋友。对啊，你们一起拍什么了？是不是？我们没有一起拍戏。那是怎样？我们私下就是会一起联络逛街、啊。你们怎么聊天？这种基本的，因为他也有去过日本发展，用基本的日文，然后一点点的英文，哇哦，沟通一点点啊。因为我去高雄，他刚好来台北嘛，嗯，对，他跟我说祝我加油，然后祝你家，就叫我加油，叫你加油，欧巴，嗯，他叫你欧巴，因为他们都很有礼貌嘛，欧巴哥哥哥，嗯，加油 ，fightin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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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对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讲真的吗？我讲真的啊。不是开玩笑的，没有开玩笑。嘿，可能天，这谁啊？他的歌啊，他的歌。你会跳不代表你真的认识他。我真的认识他，你真的认识他？他不认识我而已啊。看一下吧，好朋友，阿丁哎啊，阿丁哎。